2003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土耳其山采石场上，人们意外发现了一座古人留下的墓穴。当时还是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塔拉，带领着考古队迅速赶到了现场。当人们打开古墓后，一具精美的凤冠呈现在塔拉面前。7年过去了，今天时间给塔拉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但没有改变的是，塔拉依然在探究着凤冠里的那些秘密，并且有了些许收获。2003年3月，来到现场发掘的塔拉非常幸运，他面前的这座古墓没有被盗掘。庆幸之余，塔拉当时就根据古墓的外观形式，对它修建的年代迅速做出了判断。通过墓葬形制已经初步判断它是一个辽代的墓葬。但塔拉也是不幸的，不幸的是，直到发掘工作结束，在这座古墓里，塔拉也没能发现他最想得到的墓志。有点遗憾的事情是，他和以往的墓葬不一样的是，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这个实物。这个对于我们研究这个墓葬的，主人的身份啊，他的生平啊，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情况呢，都是一个缺憾。一座古墓没有墓志，这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作为考古工作者来说更是司空见惯的。但这座古墓却太特别了，因为当人们走进墓室后才发现，这里面的随葬品太多太丰富，精美的金银玉器遍地都是，这显然是一座高等级的辽代墓葬。一个契丹女人，有着数不尽的精美随葬品，却唯独没有墓志，这自然会引发塔拉的好奇心。她想知道这个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其实不仅是塔拉，所有那些知道和关注土耳其山古墓的人们都是如此。随后，当一具精美的凤冠被清理出来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更多惊人的收获，以至于有着多年考古经历的塔拉都发出了这样的惊叹。一个鲜红的一个冠在那儿立着，头大半头还埋着它，因为这样的彩冠我没有见过。看来如此规格的辽墓在塔拉的职业生涯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从建国以来，辽代的贵族墓葬，就是够等级的墓葬，完整的墓葬发掘才有3座。赤峰的解放营子的辽代驸马墓，通辽地区的真国公主墓，再一个就是土耳其山辽墓。塔拉所说的驸马和陈国公主都是辽代的皇族成员，在他们的墓中，塔拉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那两个墓葬都有墓志，名字叫什么都能一看墓志清清楚楚。看来在皇族和贵族的墓葬中都要有墓志铭出土，这是辽代特定的丧葬习俗。土耳其山这座古墓中没有墓志，但将墓中出土的文物和前两座墓葬相比较后，塔拉认为，从随葬品来看，它应该和这些公主
辽代贵族啊、皇族身份是一样的，甚至有些器物呢比他们还要丰富。一位身份如此高贵的契丹女人，她的墓葬却违背了辽代的基本丧葬习俗，这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人感到蹊跷，也让墓主人的身份显得更加神秘。恐怕也正是因此，人们才更想知道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塔拉也才有了七年不懈的探究。尽管没有墓志，但古墓中的随葬品还是为人们推测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塔拉当年就是根据这些证据给出了第一份判断。起码我们徐公现在定的一样是辽代的贵族，这是七年前塔拉做出的一个判断。请注意，他没有说墓主人是辽代的皇族，而是将他定位在了贵族上。面对墓主人如此精美的随葬品，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身份定位，但这就是塔拉的风格。就在塔拉给墓主人身份做出了初步结论的时候，一位研究辽史的专家王大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为在墓主人众多的随葬品中有一类物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这些刚刚提取出的铜铃铛和银号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有一根在墓主人棺椁中发现的鞭子。墓主人的腿部的这个神鞭，墓主人腿膝部拴着这个小铜铃铛，这些呢都和这个五岳啊、驱鬼啊、祈福啊这些都有关系。王大方认为这些随葬品和契丹人信奉的一种古老的宗教有密切关系。根据中国宋代史书记载，契丹人信奉着一种叫萨满的神秘宗教，而且萨满巫师通常是由女性来担当的。所以王大方对墓主人的身份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他认为墓主人有可能是位萨满巫师。对于王大方提出的推测，塔拉没有做任何回应，他依然维持着当初的那个结论。我们就跟我们现在定的一样，是个辽代的贵族。塔拉认为正确的结论是要靠证据才能得出的，所以在没有出土墓志的情况下，塔拉为了破解墓主人的身份，无论是在考古现场还是在后来的实验室里，他都想方设法使用了各种手段来提取物证。物证一：墓葬形式。辽代早期墓葬。首先，塔拉在现场第一时间就根据清理出的墓道进行了判断，认为这是一座辽代契丹人留下的古墓，并且依据墓葬的形式将建造时间锁定在了辽代早期。事实证明，这个证据对后来人们推测墓主人身份起到了重要作用。物证二：墓道上的文字，契丹大字。塔拉在墓道上发现了这几个特殊文字，经专家鉴定确认是契丹大字，是契丹人早期使用的文字。这几个字也是重要物证，它不仅佐证了塔拉对墓葬朝代和时间的判断，
牌很有可能透露出墓主人身份的信息。但遗憾的是，因为字迹损坏严重，专家至今无法拼读出这几个字所表达的具体内容。物证三，随葬品等级：辽代契丹大贵族。进入古墓后的塔拉一边在有条不紊地清理着随葬品，一边在观察着随葬品的精美程度，做着思考。在中原地区，自古以来他那个皇室家族才能用龙和凤，而且几条龙几只凤他都有特别这个等级森严的这个规定。契丹人的辽代的时候好多做法吧，他跟汉族是一样的。物证四，下葬情景：仓促下葬。就在清理古墓的过程中，塔拉还得到了一个特殊的物证。这个墓葬做得特别仓促，修造的很仓促的，一个是墓道不规整，再一个是墓室修得特别小，完全和这个辽代墓葬修建是两回事情。塔拉的这个发现让墓主人的身世乃至死亡原因现出了离奇的一面。当然，这时塔拉还没有看到墓主人棺椁中更加诡异的物证。物证五，墓主人年龄、性别、身高等。当凤冠移到考古实验室后，塔拉专门从医院调来了 X 光机，这在当年的考古实践中还是不多见的。 X 光机下，人们除了看到许多藏在墓主人身上的随葬品，塔拉还得到了这样的证据。我们现在从这种表面现场看啊，初步断定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性，但是年轻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十几岁，我们现在也不敢下这个定论。物证六，大量的水银。死亡原因蹊跷。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那个诡异的证据慢慢浮出了水面。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墓主人的骨头颜色异常。那种黑怎么形容呢？就漆黑那样的。我觉得是他的死亡不正常。我们当时判断了两种，一个是他是中毒死亡，而且当时我说是剧毒，因为他的骨骼太不一样。随后，人们在墓主人腹腔部位又发现了大量的水银。水银的出现让塔拉开始相信，因为那个水银是剧毒啊。开始我想到的是从骨骼上开始中毒死亡。如果将以上这些物证串联起来后，古墓主人的一个基本概况便呈现了出来：契丹年轻女性，身份异常显贵，辽代早期死亡，下葬仓促，体内有大量水银，不排除非正常死亡。王大方专家始终关注着这次考古研究，在提出了墓主人可能是萨满巫师的推测后，他在这些物证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辽史里头呢，有一个公主呢，就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公主呢，她嫁给这个皇后的弟弟。这些天来的这个琢磨这个事儿呢，我就总觉得这个在契丹早期逝世的这个少年就是女子里头，他
他最小，他最像。在《辽史》中的确记载着，辽太祖阿保机有着唯一的一位公主，名叫智古。如果对照塔拉提取的物证，智古公主的条件似乎相当符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公主当然身份异常显贵，史料记载她未婚而卒，可见死亡时年龄相当小，符合契丹族年轻女性辽代早期死亡的特征。说到辽代早期，历史学者认为，从太祖阿保机到太宗、世宗，这三任皇帝都属于辽代的早期帝王。而他们身边的皇族女性，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多达八位。他们分别是辽太祖的妹妹于鲁笃姑和女儿智古公主。辽太宗长女燕国公主吕布古和次女归。辽世宗的妹妹阿布里，长女和古典，次女观音和三女撒拉。但王大方专家却单单锁定了智古公主。这个辽朝契丹时期呢，有一个制度呢，就是把这个贵族的这个女性呢，特别是最高级贵族的女性呢，封为傲姑。就是带有萨满教的这个高级女子，就是她一方面呢是身份非常高，另外一方面她又从事着这个宗教活动，她可以作为女萨满，都叫傲姑。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智古公主还是一个女萨满巫师，被人们称作傲姑。除了智古公主在公主表里头说她是傲姑，其他有一些公主呢就不叫傲姑了。看来正是因为王大方首先认为土耳其山墓主人有着萨满巫师的身份，而其他的皇族女性没有这种身份，所以他锁定了智古公主。至于智古公主是不是非正常死亡，仓促下葬，体内有大量水银，史书上没有记载其死亡原因，只讲了他早早离世，一切还有待考证。但可以想见，如果王大方这个推测能够被进一步证明的话，那将是契丹考古史上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幸运，千载难逢的一个机遇，因为契丹历史本身呢就是很遥远的，是吧？而且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又比较少，能够这个在一次考古中得到这么多信息，不但对文物的保护，对这个历史的研究，而且对这个解决历史的一些谜团呢，都有很有好处，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信息。此时的塔拉依旧没有回应，他又开始着手第二轮物证的收集工作。如果以下这份计划单能够顺利实施的话，将会为确定墓主人身份提供更重要的证据。一，体质人类学鉴定；二，水银中毒实验；三， DNA 提取；四，人像复原；五，墓葬周边地区的遥感探测；六，文物扫描。七年来，塔拉并没有停止调查，他最初提出的结论正是因为证据的积累而发生着变化。辽史是二十四史当中最记载的事情最少的一本，而且错误是最多的一本。本来考古发掘就是补充历史的不足，或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当然，其他关注土耳其山墓主人身份的人们也没有停止探索。考古学呢，更多的是这是什么，而历史学呢，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高级贵族的墓葬，它为什么是？它是怎么回事？这必须要用历史学，的这个资料呀，复原或者接近这个真实，所以总的来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就决定了更多的学者，很可能会关心这个。它的所有的尺寸。七年后，当我们再次见到塔拉时，他已经是内蒙古博物院的院长了。当我们再次问到土耳其山墓主人身份调查的近况时，塔拉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某个局部的记录，能不能把它就？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和皇族有关。塔拉将墓主人的身份由辽代贵族提升到了皇族，自然有他的依据。那么前面有陈国公主墓，有解放营的辽代驸马墓，那么这两个墓葬出土的东西呢，皇族用的东西呢，和它一比较呢，成分基本上一样。这些就是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文物，一位皇室公主所有的荣华富贵尽显其间。而将土耳其山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与之比较，谁都会看出它们的品质不相上下。有些随葬品的等级甚至还高于陈国公主。随后，塔拉又选择了一位人物，他就是当年阿保机的宰相耶律禹之。耶律禹之所处的时代与土耳其山墓主人一样，都属于辽代早期，他们随葬品的样式和风格相当近似，但比对之下，依旧是土耳其山墓主人的随葬品品质显得高出一档。那么这些大量的精美器物只能有皇时代才使用的器物在这儿出现的话，那证明他应该是一个皇室的成员。就这样，土耳其山墓主人的身份在七年后由辽代贵族晋级为了皇室成员。在给出了土耳其山墓主人新身份的同时，塔拉也对这个女人身边一类特殊的随葬品予以了特殊的关注。墓主人身上带着的两块金银牌饰，还有他的金冠和在棺椁中提取到的鞭子、角铃，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它里边跟那个其他公主墓日常生活当中不用的东西，鼓啊、鞭啊、角铃啊、头箍啊、冠啊，和这个天井部分壁画的太阳月亮，身上所带的金银的太阳月亮这种装饰呢，都和其他墓葬都没有。那么这些东西连起来就可以证明他的一个职业身份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随葬品的出现，塔拉在对墓主人身份做出判断后，又进一步给出了一个更新的说法。他生前应该是信奉萨满教，而且是萨满教当中一个从事这个法师活动的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巫师。至此，在塔拉看来，这个女人不仅有着辽代皇室成员的身份，还有着一份特殊的职业。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她是一个萨满教的巫师，她是要给皇家服务的。既有着契丹皇室身份，又从事着萨满巫师职业，仅仅这两个条件就与王大方专家先前提出的阿保机女儿智古公主异常接近了。当年王大方专家就是根据墓主人的身份和职业特征，再根据史书的记载，推测出这个女人也有可能是契丹第一位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公主的。但如今当塔拉给墓主人定性为皇室成员，
并拥有着萨满巫师职业的时候，王大方却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指骨的年龄小，未逢而足，再一个呢，指骨呢本身呢，他的这个岁数呢，再加上他的解剖骨相学呢，应该带有这个西域人的这个特征，他的解剖他是典型的东亚蒙古人，这种30多岁和指骨应该去世的这个年龄20岁以下，又是这个蒙古血统加上回鹘血统的，这都不符。显然王大方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推测，理由是智古公主本人的年龄和血统与墓主人的不相符合，而真正的原因正是塔拉索计划采集的第二批证据有了结果。这个计划中被列为第一位的项目就是对墓主人的骨骼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从而得到他的准确年龄和所属人种等证据。为此，塔拉亲自驾车来到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3年12月20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主任朱红教授的调查从死者的椎骨开始了。在显微镜下，一些当初没有发现的细节被放大了出来，这是些小小的骨质凸起。朱红教授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留下来等待结果的内蒙古考古人员小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椎骨椎体的上下两个圆，这个边缘已经完全形成，很锐利，并且出现了骨刺儿。然而，当初人们通过 X 光机认为死者年龄不到20岁，这样的年龄不太可能患有严重的腰椎疾病。那么，从他的两侧的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变化上来看，它的边缘已经完全形成，而且中央已经开始往下凹陷。那么，这样的特征可以明确的说明，他的年龄应该是从30岁到35岁之间。而《辽史公主表》中明确记载着，辽太祖一女，名智古，未封而卒。他没有受到册封，他就病逝了，或者是去世了，所以他岁数应该是比较小，不会超过20岁。正是朱红教授研究室提供的墓主人年龄30到35岁这个鉴定，给王大方推翻自己的智古公主说提供了第一个证据。朱红教授的学生在鉴定了墓主人年龄后，还提取了一个重要证据，他用另一座契丹人墓葬中保留的颅骨对比土耳其山墓主人的颅骨，做出了人种的鉴定。我这有一个耶律齐的家族墓地出土的一个这样的颅骨，它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呢是它的颅高是偏低的，从后面来看它就是比较明显的低颅型。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面部扁平度很大，再有颧骨，我们对它的形态描述呢是平而且朝向前方的这样的一个颧骨。这些特征呢在现在的蒙古人种身上呢也还是有体现。那么土耳其山辽墓呢，就是经过我们的形态观察和测量呢，它是具备这样的特征的，所以我们说呢它很接近于现在的北亚蒙古人种。显然土耳其山墓主人应该属于北亚蒙古人种，这也是契丹人的主导人种。那么此时智古公主被排除的理由，正是因为他不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王大方曾对史料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回他追踪到了智古公主的生母，也就是阿保机的妻子述律皇后。述律皇后呢，这个人呢本身呢又是一个很干练的一个这个女中豪杰，是吧？她是家乡呢是从这个西域过来的。
史料记载，智谷公主的母亲是西域人。阿保机和这个树立后的生的孩子里头，应该有一些这个，中亚人的一些这个血统，因为树立皇后是典型的一个，中亚人。在对墓主人进行体质人类学鉴定后，塔拉又委托朱红教授复原这位墓主人的相貌。随后，朱教授的几位助手开始了人像复原的准备工作。小林一边依靠着数据库提供的各种参数，一边参考着许多已经发现的契丹壁画。人像的五官正在生成。当智谷公主被否定后，人们的目光再次掠过辽太祖阿保机和太宗、世宗这三位皇帝身边其他的皇族女性。她们分别是辽太祖的妹妹于鲁笃姑、辽太宗长女燕国公主吕布谷和次女归、辽世宗的妹妹阿布里、长女和古典、次女观音和三女撒拉。王大方将目光停留在了这里。石谷公主排除之后，那么这个女子呢，就浮出水面的，就是应该是她的妹妹于鲁笃姑。太祖在这个时期，经过战争之后，尽管呢对这个贵族反叛的经过呢严厉的镇压，但是呢他还保留着大量的这个契丹古俗，对亲情的，对他这个唯一的妹妹随葬了这么多丰富的这个文物是吧，随葬品。另外呢又给他这个把他生前用过的这些金银器，还有这个沙满用的这些法器都随葬进，那这是很不得了。至于于鲁笃姑是否有着女萨满傲姑的身份，王大方认为，因为她是于鲁笃姑，我们刚才说和姑有关系的呢，和傲姑、直姑，这个应该都是，既是公主又是傲姑。由此看来，辽太祖阿保机的妹妹于鲁笃姑在很多方面是符合条件的，她的身份、年龄、职业等等。同时，由于她与丈夫有谋反的举动，所以尽管被厚葬，但不能有墓志铭和其他文字说明。除此之外，王大方甚至认为于鲁笃姑很可能是因为谋反被迫服水银中毒身亡。相符就是说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也卷入了这次政治的动乱，而且呢受到了严惩，而且最后他说他病死，这个本身呢又为这个墓主人的死因呢提出了这个质疑，他是病死的吗？还是这个在这个非正常死亡的？从人们在墓主人身上发现水银那一刻起，水银在墓主人身体里的作用一直困扰着人们。看到这些黑色的骨头，王大方的结论是：这就说明呢，他是应该是在这个，生命还没有停止活着的时候呢，灌了这个水银。所以病死的原因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刺死。刺死之后，然后再厚葬，就是把这个
问题这样能够推出来。尽管塔拉当时也曾对水银的作用有过这样的猜测，因为那个水银是剧毒啊，开始我想到的是但这样的结果却依然无法推翻王大方的猜测。这个贵族墓葬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耶鲁独孤。王大方依旧认为，在智古公主被否定后，耶律阿保机的妹妹是最该被关注的。我觉得还是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个在墓主人身份一旦要确立的话，那就把这个契丹历史的这个几个环节就能够连上了。就是这个太祖以及太祖的这场战争，还有太祖的这个亲族关系。如果土耳其山墓主人的身份能够被确认的话，的确会对人们深入研究契丹的历史提供帮助。为此，塔拉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着他的第二部分取证计划。他要提取墓主人的 DNA， 因为今后有可能会遇到这个家族其他人的墓葬，那时候就能够进行比对分析了。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塔拉知道，契丹人的墓葬分布是很有讲究的。一个家族的埋葬地相对集中，并有着特定的区域，这就为确定某个人的身份提供了条件。他的身份可能不适用于写放墓志，那么他们家的其他人的不一定是全部都不放墓志。我把希望寄托于在这儿，就是通过其他墓葬的发掘，有望得到一些文字的资料来印证这个墓主人真实的身份，而不是现在大家通过辽史上一些比较来把他和某个人非要拉到一起。除了取证工作外，塔拉这几年还不断地做着其他方面的调查，他在一点点地积累着线索。这个墓葬结束以后呢，我们多次回到这个地区，在它方圆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做过详细的调查。那么通过调查和辅助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遥感、探地雷达、等等吧，在这个地区都做过，那么也得到了一些特别